就我非常高兴咧，能够代表长者安居服务协会欢迎大家出席今日十五周年酒会暨第一届亚太区呼唤及关怀服务研讨会开幕礼。我希望透过今次两日三日的聚首的机会咧，能够将我哋大家个经验咧系得到互相启发，然之后咧将我哋喺亚太区里边嘅服务咧系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我哋好感谢协会促成呢个难得嘅平台，令超过200名来自亚洲各地嘅长者服务人士、义工朋友、IT 专才同埋学生参与其中。长者安居协会咧，今年系成立十五周年咧，我要喺度恭喜协会咧，系新神快乐。过去呢十五年嚟咧，协会咧系本住呢个以人为本嘅精神咧，为我哋嘅长者咧提供好到位嘅、好重要嘅服务，亦都配合咗个时代嘅发展咧，系不断推陈出新，开拓新嘅服务。咁我希望咧，协会能够喺未来日子咧更上一层楼，系个业务系蒸蒸日上，为我哋嘅长者嘅福祉咧。是带来新的一个角度，新的一个希望。多谢。I'm Jérôme Arnaud, the CEO for Doro, and I'm very glad to be a sponsor of this event, which is the first one of this category in Asia, and that we'll support fully in order to see telehealth and telecare developing as good as possible in that region.恭喜曬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啦，十五週年！我代表香港天文台咧，就恭賀呢個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嘅十五週年嘅紀念。大家好，窮富翁 Erwin 咧特登嚟呢度咧，祝福長者安居協會咧十五週年更加夠多啲人，用新嘅技術去幫到呢個社會。多謝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經歷咗十五年，唔係一個短嘅日子。恭喜曬長者安居服務協會，亦都係新叫嘅長者安居協會。